哇，三颗球直接就把黄振堂三振掉，最后来一个内角的速球，而且他是被站着不动遭到三振。嗯，内角进来，韦静带一点这个横向的位移，转进更多的好球带啊！哦哟，内角的深卡球，董子恩很勉强的去做挥击。哦，这个球其实很近身的哦。陈勋连两 K， 嗯，总看这个位置，哇！投手自个拦下来，轻轻松松，哇！挥棒落空，姚冠伟遭到三振。这场比赛也是他首度没有办法上垒。嗯，陈宇顺又抓一个出局数。我想这个很逊的是老姜的，能敢在场上哦，他是中职魁多是不是？干净利用对手很难以招架哦。三垒方向，三手接球之后，顺着脚步传往一垒。把代打的高国林给刺杀出局，所以陈宇轩上来七八两局，三上三下，而且相当的明快。